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？你有没有恨过一个人？听我，请根据箭头方向移动。速记娘娘吩咐，前方封锁，此路不通，速速退去。换使用普通使用技能，可造成高额伤害。就算死，也不会让你们到达诛仙台。三个了，仙人护体，万法归一，修行之道。嗨！走吧，这九重天本就不是凡人待的地方。我要见他，让我见他。哼，你真以为他在乎你吗？你不过是怀了他的孩子，生离死别还留什么念想？走。宿宗，夜华，我们从此两不相欠。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，就让情分落九尘。请点击这里接取任务。无妨，行军。可造成高额伤害。成了。
仙君，这仙。仙君气势，刘庄元，你可是。小小那找到了，找到这些。血值会每过五秒自动恢复血量，请不要忘记时刻填满哦。请点击这里解放双手哦。你给俺整急眼了，俺削死你！哎呀妈呀！仙君，此。购买时装可以改变自己外观，让自己与众不同哦。哇，多谢眼。What?